在云南藏着这样一个地方，弥勒东风韵小镇，一个用红砖堆砌而成的理想国。有人说这里像土耳其，我觉得更像是动漫蚂蚁王国的巢穴城堡。我第一眼看到这座魔幻城堡，除了建筑本身带来的艺术气息，还有一种满满的意式浪漫和格调。我最喜欢五号楼的象棋林，浓浓的设计感从步入这个大堂开始，门口宛如一个开口的大碗，到了中庭才发现还别有洞天，出来就是露天泳池，到对面还有一片浪漫的粉色沙滩，很适合少女心爆棚的来打卡。不过我更喜欢太平湖边上漫山遍野的巨型仙人掌，随便一拍都是沙漠绿洲的感觉。来云南别再只去大理丽江了，还有很多小众宝藏地等你来解锁。